你知道真正的波斯猫长啥样吗？眼前这只钻进洞穴里的小可爱是伊朗沙猫，它生活在沙漠中，这里环境恶劣，生活不易。伊朗沙猫进化出了许多特别之处，它的毛色和沙子一样，所以它很会隐藏自己。它的耳朵很大，可以听到远处的声音。它的脚底有厚实肉垫，可以在炙热的沙地上行走而不留下痕迹。不过在沙漠里找吃的可不容易，它有时要走近10公里才能觅得一顿饱饭。伊朗沙猫白天喜欢躲在洞穴或者草丛下休息，享受着天然猫砂浴，晚上它才开始活跃起来，四处寻找食物。这时候它就像沙漠里的忍者，悄无声息地出没。伊朗沙猫的适应力超强，不惧怕沙漠里的极端温度变化，因为它们有厚厚的毛发来保暖。它还几乎不需要喝水，它的身体可以从食物中吸收足够的水分，再加上它有强壮的肾脏来过滤出多余的盐分，所以伊朗沙猫可以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生活很长时间。有一些研究甚至发现它可以在没有水的情况下生存多达9个月。